最近哦，含你讲话拢爱像咧食蜜胶糖安尼，你安尼按一个震撼弹出来。俗语讲：“相识满天下，知心凝聚人。”无人像我含你遮好，啊，无几个人知影你咧想啥，你甲听看卖啊吼。小英两岸未十层啊，清德挺身玉担当，亲中爱台的麦粉汤，冰清换黄随尊算。你安尼一路行来，阿雄雄画一个亲中爱台，当然真好的改变。但是到底葫芦内咧卖啥物药？亲像张世贤议员甲你问的，啊，你讲无啦，我是亲中爱台，啊，恁国民党是轻中卖台，无安尼啦。马英九讲总统八党的执政真简单啦，以台湾为主，对人民有利，安尼叫做轻中卖台。啊！你安尼讲两句啊！你号做亲中爱台，恁囝若放屁就当咧大，啊！阮囝若放屁就当阿咧烂，你选两套标准，你安尼我就感觉无欣赏。应该是讲就事论事，如何亲中？你要安怎亲中？我讲的迄是一贯的理念啦，吼！亲中爱台，这是。像我过去的讲法理念无啥物无共啦。亲中爱台，我阁讲一遍吼，亲中爱台是以台湾为核心，向中国伸出友谊的双手。那咱当然是安尼，合作亲中爱台嘛吼、啊。我认同。同时，咱是希望讲安尼做是真好。咱希望讲吼，透过交流，伸出友谊的手，双方透过交流。马英九国民党执政八年，以台湾为主，对人民有利，嘛是透过交流，伸出友谊的手，制造台湾的安定，两岸的和平。啊，你甲阮讲何做轻中卖台？无安尼啦，讲话爱存良心啦，唔通透会透得。你会使表达你是叫做轻中爱台，你莫原地无啊？啊哪安尼吼？你无法度定台位，哎、欸，我甲你讲的哦，清德挺身玉担当哦，改变做一个上级的政治人物，爱有担当，爱讲实话，你莫我灌杯混汤啊，亲中爱台，我讲的，啊、你来讲的，我讲的一直拢是实话啊。好来，我有讲过嘛，我讲吼、哦，透过交流，哦，彼此会当经由了解，我讲给你听啦，和解。了后和平，真好，真好。啊，那安尼就对啦吼。是。要定台位，咱嘛真清楚啊。孙中山那就甲修好，啊，电位修好就好啊。无，因为这是修好孙中山的东乡，迄是市政府的责任。无啦，当其时你要听的时阵，你都无安尼讲啊。我伫遐过34暝，伫遐困34个暗暝啦。无，我那是要煞、哦，因为迄是高阶。卖讲煞啦，凭啥物爱煞？因为那是古迹嘛，所以你本人的所在咧古迹，当其时定古迹的时阵，孙中山就徛伫遐，无人徛遐。免你讲这啦，那本来就古迹、啊。就是讲你要选总统，真好了。哦，蔡英文，两岸的民调一直咧落衰，你也真清楚，全台湾六成半的人无满意蔡总统对两岸的处置，所以你今仔日放出。亲中爱台，嘛真好啊！那我要请教你，来，你要继续主张无？当然，那是我继续的主张啊！我有跟你讲过嘛？你要继续主张亲中爱台？我有跟你讲过。你有继续主张亲中爱台？无论担任什么款的职务，我主张台湾独立的立场未改变。所以你正式要阁继续主张台湾独立吗？我讲过嘛？好、哦，我讲亲中爱台是以台湾为核心嘛？向中国伸出友谊的双手嘛！我甲你讲煞，台湾要哪独立？你讲啊，我讲一遍啊。台湾独立的第一步，欸、就是咱国内一定爱团结，
意志爱意志，意见爱意见。来，台湾独立本人反对，那么中国人反对台湾独立，以之所以如你所讲的，反对的理由，讲我大家听。放弃武力，来侵犯台湾，伊就是只要你台湾独立，伊就使用武力。反对的理由真简单。所以你反对独立是惊中国怕人嘛？1662年，台湾就属于中国。我的祖先来自唐山，血缘同款，文化同款，民族同款，除非大和民族。那大和民族伫1895年到1945年，曾经伫台湾，满清甲台湾割让予日本，但1945年中华民国讨回台湾，又搁倒来中国的怀抱。1949年，中国才成立。那呢？是安怎爱台湾独立？嘉元，我问你，那照你安尼讲吼，美国和英国应该爱统一啦。你讲的笑话，因为杨格鲁萨克逊人啊，那么你爱崩溃，文化上的认同跟政治上的认同，那当地是南北战争是安怎发生的？就是为着要南部要发展独立的时阵，才会发动南北战争，足简单嘛，这叫做中国。我唔是咧含你小姐啦，我无你小姐。叫做中国嘅核心利益个，所以你主张台湾独立，台湾就爱面对着战争嘅挑战。你要徛第一线无？你要徛第一线无？无啦，咱爱去追求。你要徛第一线无啦？嘉元，这话唔是安尼跳跃啦。你啥物咧跳跃？我跟你讲，你认为台湾独立，台湾拢会当和和平平，唔免发动战争，啊，就亲像你讲嘅。灌一罐米粉汤，哇！亲中爱台，遐简单。佮再问你一遍，你是毋是继续主张台湾独立？不管你担任任何一个职务，伊是嘉元，是毋是啦？你听我讲嘛，你那边免啦，你免个闪嘛，我袂闪啊。来，我甲你讲，是毋是安尼嘛？林议员对我的质询，我拢正面回答啦。正面回答来嘛？我几年来拢安尼。那呢？你认为台湾独立？台湾爱牺牲偌济人，准备要牺牲偌济人？我甲你回答三个问题啦，吼，因为你问较济问题，我一个一个甲你回答。吼，第一，有资格质疑我亲中爱台是毋是正确的人，其实是中国啦。哦，你无必要替伊质疑我。我替伊质疑。第二点，吼，我怀疑出卖台湾的唔是笑话。第二点，吼，你去下，人家表明一种话，私底下一种话，真正会出卖台湾的人，就是像你这款人。好啊，伫遮开嘴合嘴爱台湾，去到中国私底下交易，无人知影啦。我拢公开透明。所以我爱质疑你啊，谁人免质疑？我拢公开透明。哦，你都免质疑，马英九都爱质疑，夏良凯都爱质疑，拢是公开。来，我问你啦，台湾前途大家共同面对，你安怎独立？你安怎独立吧？你注意听嘛，好不好？你著讲过来，别人搁咧注意听，吼。你都讲未出来啦！我乃讲未出来。啊、你独立我看卖啊！无第一项吼，就是台湾一定本身台湾的这个意见一定爱一致嘛。我得含你未一致啊！内才有办法和外啦。我未当含你一致啦！哎、欸，我爱一致。你要甲社会讲，你喜欢反对独立吧？你爱讲啊！我反对独立，本来台湾就是。我你喜欢反对独立吗？来啦，别讲来，你别问我。不对对，我问你啊，你问我，你讲我。我来啊！我来啊！不是这个意思啦，哈！我你今天你讲出这么严肃的问题，你本身你冇责任嘛？议员，你议员，议员，请回到你的座位上，直选。议员难，你议员难道无义务甲社会讲吗？市长，我答无你。回到你的座位上，主张台湾独立，那你要讲你的理由啊？我答无你听嘛？哎，你要徛这经过选举啦。啊！经过选举，回到你的座位上执行。那我回到比赛，回到你的座位上执行。谢议员，谢龙介议员，请回到你的座位上执行。我刚跟你讲，谢龙介议员，请回到你的座位上执行。是你唔敢讲，你反对台湾独立。我会当讲，你讲看嘛，你讲嘛。反对台湾独立。谢龙介议员，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咨询。你讲一个啊！我讲哦，你听啊，你去啊！你去遐讲嘛！你去啊！这是经过选举。我问的，我遐嘛经过选举。我来讲，你要做市长还阁早嘞。我嘛经过选举，你要做总统嘛还阁早嘞。我紧，大家再看卖嘛。清楚的，只看。我回答恁的问题。我回答恁的问题。总统，我来选市长。参选举无关系啦。你呀。
好，时间已经到了哈，那请赖市长回座哈，请谢远谢谢哈，你的质询哈。好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请杨忠诚议员质询哈，质询时间十分钟，杨议员请。多谢大会主席，咱各科室主管，咱市长，咱议员同仁，咱所有记者。